志工都好合作，不论上课还是活动，全程配合，很少让人操心。今天最小的孙女才刚满5个月，第一次跟着奶奶访视，竟然一点儿都不吵。做这个就好。公所什么都没有申请什么社会资源，一到我想他大概会哭，哎，就醒过来的。哎，进去的话也蛮好 ，OK 的。就是这样走来走去啊，跟大家聊聊啊，就很自然的跟案主这样聊的话，也没什么压力啊。到目前为止，他们出来都还蛮 OK 的，所以我就觉得很感恩他们啊，那成就我。带着孙子做志工，很多人怕麻烦，但或许是耳濡目染，小孩总是服服帖帖，懂礼貌的孙子人见人爱，从他身上看到王月志的教育成果。大家听得到，大家辛苦了。小人呢？小人知道。君子呢？君子亮大。哦，君子亮大。他的孙子常常以前是大跟班来办这一位，那都还好吗？都不会吵闹？不会，好乖啊！知道，很配合。教育中从小扎根嘛，我很想来看一下，老师真的是做到。哎，各位亲爱的家人，亲爱的好伙伴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奶奶上台授课，孙子安静地坐在椅子上。成就奶奶的王月志一辈子投身教育，并没有疏忽家中的小爱，修身齐家，发挥良能。很多人都开玩笑说啊，皈依了上人之后啊，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之后，小孩子有这个孙子出生之后就要皈依孙啊。不过哎，月志老师颠覆了这个传统啊，哈、真的是。事业、置业、家业都兼顾到了啊！今天5个月大的小孙女没来，不过她的堂哥来了啊！我们的逸婷啊，大家逸晨，逸晨好，师伯好，阿明哥哥问你哦，阿妈也会教你静思语吗？会哦，啊，你要不要表演几句给我们听一听？大声一点啊！时间怎么过？大声！时间滴答过，分秒不空过，步步踏实壮。哎呦，知福！知福，惜福在造风。哦，啊，你觉得你自己幸不幸福？人生才会更幸福。哦，什么更幸福？人生才会更幸福啊！知福、惜福在造福，人生才会更幸福啊！老师这么喜欢讲静思语，您跟我说，您的生活中充满了静思语，您因为静思语得救，因为静思语改变你的人生哦。我觉得静思语它是我生活的一部分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不可或缺，因为人，在生活当中是难免会有一点自己的挫折是难免的。不是说在实际的道场就没有挫折，还是会有。那挫折的时候，我会翻静思语。哦，比方说挫折的时候，有哪一句话给你力量？一直翻。有时候我们会在道场里面会有一些是是非非，你是非就要当什么？哦，是非当教育，就是教育你自己。哦，玉琴老师，其实你也是老师出身的哈，国中老师退休，曾经跟校长同事过嘛哈。应该是感恩校长的因缘，我是要度校长。你原本是要度他，对，刚好要度校长，找他的时候去碰到月志老师，哎呦，是在他们新四国小碰到的。要一个，给我来一双。他要报名表签名，我就急急忙忙赶去他们学校找校长，校长去参加毕业典礼，我记得很清楚。结果要请他去参加校长营，就这样刚好碰上了，因为我们平常也没有什么交集啦，他教他的书，我教我的书，我们没有什么认识，可是就是因为一碰到那时候刚好有静思语教学展，哦，就灵机一动想说邀他来参加，结果没有想到他一头就栽进去，栽得好深好深好深。哎呀，让你原本是比他还资深的，还觉得说不，这个跟他一样努力啊，就被他追过去了。跟不上他的脚步了，没有追过去了。他这个领域是真的超付出的。你好，难怪你身旁这位我们的陈美师姐就讲说，月志老师是超人啊，阿龙公啊，因为他都利用有限的时间，因为他也要忙孙子啊。哦，对哦，三个孙子都不错啊，你好。对啊，还有那时候还要照顾爸爸啊。哦，对。所以啊，他都那个 PowerPoint 他本来不会啦。
是他媳妇娶来的以后，那个媳妇慢慢教他的，帮他的家教，对对对，一步一步学。对啊，然后他就都忙到深夜一两点啊，实在我们都很感恩他啦。真的亲子成长班哦，没有他哦，我们的亲子成长班就没有办法来呈现。那么刚才大家都有看到吗？都很活泼，那个小孩子哦，好可爱哦，是不是哈？哎呀，所以你这个亲力亲为呢，哈。然后进来慈济，从不会学到会，又不用学费，嗯，哦，学到好智慧，有学哦，赞，所以还是要感恩敬师语，真的，哦，而且让你更爱护地球嘞。今天我特别请月智老师带了这个，大家讲哇，你啊炸奶沙来，这你像个奶沙，不知道，唔知啊，回西会就丢了，我烫起我得改修起来，得叠起来，啊，等到孩子，出诞生了以后，就是把它剪一剪。破的把它剪一剪啊，哎，安尼啊，做柳竹啊包啦，哎呀，真的布尿布，嗯，环保，救地球，对，真的。老实说，最重要还是省钱呐。没有，我就救地球，跟我媳妇讲，救地球是我们的目标。丢，你听哦，老实讲，真正真心加这，心加这啊，心本个得力，丢，救地球，这利人又利己。然后就买一个，只要买一个这样的裤子就好了，对，然后就把这个布尿布放到里面，嗯，赞。啊，观众朋友可能在等待啦，刚才影片中也有讲啊，不过我还是要请老师再跟我们好好的说清楚啦，不要让人家觉得说哇，做老师也当赚多少钱，丢下来就那我今天有真侪奖金哦，你的身价1兆2亿3千万，你看我一直讲不清楚，一兆。其实哈，那个进到慈济里面呢，我们商人说。不一定做贴身弟子，但是至少要做贴心的弟子。贴心的弟子，我不敢说我是贴心，但是我觉得上人很多就是轻轻一句话的提醒哈，其实很多事情就很简单，可是我们都遗忘了。好，那一轻轻一提醒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回到我们的生活来。所以上人有一句话告诉我们，堂上菩萨，一定要去照顾，那家业要顾好，才能够跟事业是平行的。家业、事业，还有我们的事业，要照顾好。要照顾好。那我想说，我要做慈济的话，我不让任何人来跟我讲说，你去做主者，安内存代志都无咧做。所以我觉得家业是要顾的。所以照样顾家业是我的第一照。照样顾家业。对。好啊，两意。任何事情我们要去做哈，是愿意啊，但是要乐意可不容易啊。所以觉得我们是愿意去做，还要乐意去做，所以我觉得我是一兆两亿啊，三千万。那当然，上人说健康最重要，千万要健康，祝福自己，千万要健康。那当然要千万要快乐，也祝福自己，千万要做慈济。就是一兆两亿三千，我们大爱妈大概都知道我的身价，因为我。到蛮多地方去跟大家分享的，就是嘉义的，或者是台中啊，是、都会跟大家分享。我还是都会把这个身价推出去。我意思是说，大家都可以做。听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了哈。今天短短的访谈了，让我们从两位教育工作者的身上吸取了很多的经验。当然，更需要大家不仅要听，也要自己亲身去实践、去付出，你才能够体会到敬师语的。甜美果实到底是多么的充满智慧。好，再次感恩你们了，也谢谢青果团，感恩，谢谢。